你真的太好了，你看，你也在玩这个啊 Subway 2018 Fantasy NBA 季后赛游戏，这个美国很多人玩，对啊，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在讨论，每天都在说今天选了谁，所以我也好想参加哦。很简单啊，你只要在脸书登录就可以开始玩了。真的啊，我已经登录好账号了，那我现在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你要从明天有比赛的球队开始选起啊，那我当然建议你去选那个有专业讲说的 Eleven Sports 的比赛是最好的。哎，明天有骑士队耶，而且还有转播，那我要选我喜欢的 LeBron James。可以啊，不过你记得你只有430分而已哦， LeBron James 应该很贵，所以你要小心选择。哎呦，他这么厉害，先选择再说。我想到我下一个人要选择谁？你要选谁？我要选很强的 Kyrie Irving。哦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对啊，不过他应该蛮贵的。Austin后卫啊，怎么一条红色的呢？红色在这个游戏代表说他是受伤的，表示你不能选他。你换一个人选好了、啊。那我要选我最喜欢的 Curry。当然，我刚怎么没想到？Curry 他们明天没有比赛，再换一个人选好。选完了，哇！你看我的阵容诞生了，很强哎、欸！喂、欸，可是你的能力值爆了，你用超过430分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？那怎么办？再重新选啊！既然要取舍，那我换掉一个不要这么贵的后卫好了。OK、欸。可以了，这样可以送出了吗？还不要，你现在还有18点，所以你要把它用完，你这样才是最大最大的效率值啊。不然这就浪费了，是吗？对啊，一定用完。刚好，终于我的完美阵容诞生了、现在可以按送出了吗？当然了，赶快赶快。确认送出，完成。在这边呢，给大家一些玩 Fantasy Game 的小叮咛，就是呢，一，记得伤兵千万不要选。第二呢，就是如果你喜欢的球员明天没有出赛的话呢，那你也千万不要选他。第三呢，就是善用你430分的分数，因为呢，只有你把分数全部花完，不要 go over， 也不要 go under， 你这样子才可以达成黄金的阵容，会让你功力大增。Top 10奖 NBA Store 礼券一张，每日的第一名呢，可以获得双人份 Subway 套餐一份，参加奖 NBA 球星见面会，还可以携带一位朋友哎，真的好想到现场感受一下 NBA 的气氛哦、而且还有那么多好棒的赠品，都好想要。当然，只要记住我们刚刚的交战重点的话，一定没有问题，记得赶快去参加。